提个意见，那个哪儿，那个谁，巴基斯坦换了，那个南非的打前锋也没记得。干照，先照个正镜，先把视线移下去，往下，来走，有视线出来。OK 啊，还是要九十。哎，好，然后等你改成110，你是改个110，还嫌矮吗？还会自动出啊？干啥呀？冬天多穿，冬冷，还要夏天再来一招呢。好的 ，OK， 好的。哦，这个耐风。再来，他说夏天3门随便改一个。你要让他3门来个度假去了。然后这个频率，夏天再来。来这是啥？啊，这不是，这是。不是，因为他不是咱这儿。频率给我。他是一个来咱这避暑的，来这避暑。东哥困了，昨天晚上玩通宵。你把铁片你让我展示一下，展示成两片。我一个残疾人。嗯。啊，这点吗？嗯。你不想看一下在哪个位置？你帮我拍吧，我看见了。我们啥时候看不见了？你在咋吧？有。你不用看我这个行，你看这里边干啥呀？你肯定得看。你远点不就行了吗？我得看里边光线，我看里边，我能看见里边了。看里边干啥？但不跑就行了。那看里边，我这就这样走就行了吗？我看不见。嗯。你看这边。你看。嗯，我看这个。嗯，没也没什么，那可以通过去，它就颜色就比较好看，通过去。